出发去机场了，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我带了衣服、鞋子、水壶、牙刷、牙膏、袜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。在这里，我都带齐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，琪琪，琪琪，那就是机场，对吗？对呀，那个是机场的控制塔。控制塔就像机场的交通警察，让飞机师知道起飞和降落的地方和时间。啊，原来他是机场的交通警察。在那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每天都要帮这么多飞机安全的起飞和降落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对呀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可是非常重要的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次来机场，机场原来这么大，这里有好多人啊。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呢？这里是出发大厅，所有要搭飞机的人都需要先来到这里。现在我们应该先到柜台去把机票换成登机牌。登机牌？为什么需要换登机牌？我们不是已经有机票了吗？机票是用来确认我们能登机，但机票上并没有我们的座位号码。登机牌上除了打印我们的名字，还会有登机的时间和我们的座位号码。有了登机牌，我们才能登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我们赶紧去换登机牌吧。好了，这是你们的登机牌，你们可以到候机厅休息，等着登机。我们也会把你们的行李送去飞机上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有好多的飞机起飞和降落。是啊，那是机场跑道，是给飞机起飞和降落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默默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吗？小朋友，这里是机场，是一个公共场所。公共场所是大家一起活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应该小声地说话，不要打扰别人。你在这里到处乱跑，一
不小心也可能会撞伤别人，你应该更加注意安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Attention, all passengers on flight 150. 琪琪，这里，我们的座位在这里。看，111和112。知道了，赶紧坐下吧。琪琪，我们要飞到天上去了，我有些害怕。我也有一点，不过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。你还记得我们控制塔的交通警察吗？他们会帮助飞机师安全的起飞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。来，牵着我的手吧，我们要起飞喽！